8月28日，陈奕迅出席护理品牌代言活动，分享幸福感觉。一瞬自言幸福很简单，光是冲凉泡个澡已觉得很享受，更别提刚和家人从国外旅游返港的满足感。对于记者让他将幸福心情融入创作传递给歌迷的建议，一瞬大有灵感顿开之态。可以的，但我现在还没准备做专辑，但是我会，谢谢你这个提议，我会的，我沉淀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其实最近都做完那个陈百强的东西，都是准备九月底做澳洲第一站，就是海外第一站的那个巡演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可以多沉淀一下，然后写写歌，我需要写多一点歌。伊森将于年底在台北及高雄小巨蛋举办3场演唱会，相比刚完结超过20场的香港巡演就逊色不少。不知伊森会否考虑满足粉丝们的加场意愿？有这个意见就好啊，也可以啊，我无所谓的啊，加场就加场啊。但是我自己能控制的就是可以加床，我的饭店的房间可以加床。当然是好的朋友啦。老婆朋友都唔留喺屋企。哎，老婆友已经在了吗？还用说吗？哎，伊森爱老婆，人尽皆知啦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